我们是不是有很多新手小白不知道养什么花能够让它花开爆盆呢？我手里边这个花叫做蓝雪花，人送外号开花机器。它只要是有芽点就可以开花，只要是有芽就可以开花，可以盆栽。地子的话冬天有点不耐寒，但是呢如果说你盆栽的话，冬天只要是不低于零度，可垂钓可爬藤，你也可以带着我们这个盆栽去养。我们今天给大家带着加仑盆爬藤架，一盆里边足足有3到4棵苗子，价格也很美丽。那么首先跟大家说蓝雪花如何去养呢？大家如果说盆栽你们就带着这个架子去养护的话，你们在开完花以后可以任意修剪，它只要是修剪完以后它的芽点会有很多，那么芽点多的话花量就会多，对不对？那花开就可以爆盆。而且很多话会担心我买回去会不会不开花呀，我们发货的话全都带花带花苞发货。这个蓝雪花只要是光照给的足，那么通风要好一点，浇水的话盆栽的花有浇水维持住干湿循环，可以施肥，因为它的花量比较多，我们可以适当给它供给营养，来上点缓释肥真的可以花开爆盆。而且它的花开花的颜色真的很绝，很少有花能够开这种淡蓝色的花花，光照给的越充足它的颜色会越鲜艳，那么慢慢的它等花凋零的时候就开始颜色变浅，但是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它开完这波花以后下一波花会接着续上。这个蓝雪花主打就是一个花量，花友们喜欢那种开花可以开爆盆花量多的轻轻松松就能养爆盆的花花，就这个蓝雪花。喜欢的花友下方小黄购物车可以去入手，我们下期见，拜拜。嗨嘿嘿嘿嘿。